大家好，我是詹佩君。大部分的 COVID-19 感染者症状轻微，休养后可自行康复。居家照护期间，请多喝水，充分休息，并留意自身症状变化。若出现发烧或其他轻微症状，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。如果出现警示症状，请立即联系119或依卫生局指示，以防疫车队、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。若有医疗咨询需求，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资讯，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。保护彼此，疫苗打三剂，一起做防疫。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武功无不可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2月2号的股市万德福。今天星期五嘛，然后再过4个礼拜。就要准备过年了，那过年前的话，耶诞节也快到了。那为什么会讲这个？我相信大家忙了一年了，忙了一年了，都希望说今年大家说过得快乐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快乐一点。我们在股票市场，每个人都想赚钱，那赚钱有没有方法？应该是有了，每个人都有方法。今天我从一开盘的时候，就跟我的 VIP 大概讲到12:40，早上开盘前一直讲到将近一点。然后所有讲的话只围绕在一个，因为有很多 VIP 大概一年只要两次会费，会员费两次，那每个人的回答心里跟阿德跟他们在谈的过程其实几乎大同小异。到今天为止，如果是旧的 VIP 啦，新的说只加入一两个礼拜的那不算，那大概旧的 VIP 现在80%以上都赚钱了。这一年从年初到，那讲这个就是代表说行情同样是在下跌的过程之中，不管是跌了5000点，或者是反弹2000点，或者是一个月跌2000点，一个月跌2000点，就在这一个年度发生嘛。那现在12月的只剩下一点点就要到过年了，那大家的心里到底这一年怎么过了？你怎么过？你在看电视的人，你怎么过？过一年的都不爱插他，也是一种然后像阿德的 VIP 交给我，那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太讶异，高能盖半年，等于是优惠嘛，因为比较难做嘛，本来是一季变成半年一次嘛，只要两次，700多万，然后每次打电话，我打电话给客户，打到客户不敢接，大盘在跌嘛，每个人心里都很恐惧嘛，每个人的回答心里几乎都一样啊，阿德的电话卡哦。他的秘书也好，他的太太也好，只要看到了电话号码，都会跟我的 VIP 说：“哎、欸，阿德老师卡电话啦，刚要讲，要不要接？”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不想接。为什么不想接？
因为现在十二月嘛，今年你是怎么过的？你合作的老师，比如说你跟阿德合作，你合作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对待你的？这一年来，我大概只做一件事情，我讲你都爱买，每次都叫我的 VIP 进场买，进场买，不管怎么跌，大跌大买，小跌小买，一直买。可是大家会怕，可是你既然都缴了钱了。这人人都足奇怪，都一定交钱交哈侪钱啊！啊好啊，无加减买一挂，一届若买落的时阵，伊就落。阿德老师，我交你遮侪钱，啊，即摆你安怎，大概敲电话来，就叫我买股票。啊，我想把它砍掉，你又说不能砍，啊，就买落得了。用连续一年啊，我用交你两届啊，你即摆电话，你即摆要叫我接，他不敢接。几乎都不敢接，然后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，因为我们在做股票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现在年底啊，股票起起来又起两千几点起来啊，很多股票都回到原来它的起跌点了，它就开始赚钱了啊，那差别在哪里？你跟着老师可能这十一个月来，跟你讲足多言论，你感觉足恐怖的，感觉讲我做多啊会使，我做空也袂使，我都来回我要来回做都可以，都教你这些，结果咧，一夜动了的时阵剩一千万，你就刚好就砍在那个跌，人家讲的阿呆股，刚好砍在那个最低档。就像最近只来参加阿德的 这四位朋友，他说阿德老师，你有法当去找一支股票给我起高杯吗？我没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因为我今天早上一直讲到中午快要一点的时候，我跟我的老朋友们讲说，你这年来你到底是怎么过的？他说你这年来都如果听到阿德你打电话来，我就怕啊，因为你都叫我买啊，叫我袂使赌啊，伊赌起就无去啊。因为即摆若赌落去的时，譬如讲我已经买一亿啊，啊即摆若一赌落的时，都剩两三千万啊，我就倒啊。啊嘛袂使来回做啊，唔是讲啊我去嘛会使赚，落嘛会使赚，来回都操作啊，拢无啊。你干那叫我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所以我变惊你啊！我来讲钱交好你，讲啊，算了算了，阿德打电话来唔好接，伊接伊拢叫我买股票，啊，即卖咧股票呐，伫咧落，大家人拢等讲看有啥物人要接股票，今要倒好伊啊，所以讲我的 VIP 只要买，他就跌。我每次叫他们买个三千万、五千万，他们只能最多能偷偷说啊，无好啦，买五百就好啦，加减啦。买就得了，买就得了，所以哥看到最后的时阵，几乎我若打电话给我的 VIP， 我的 VIP 几乎都不大敢接。可是现在呢，回想起来，哎、欸，对哦呢，又回到原点，那赚到钱啊！啊，那些说来回在操作的啊，对白金呀，那卖公那不要批评别人呐、啊，还赌了可以。聊七成聊八成啊，有的甚至更加可怜的用融资的赌落去啊，剩一成。我即马请教你，一亿即马剩一千万，你要安怎去找一支股票来赚高倍？所以我今仔日甲我所有的朋友咧讲的，拢讲这个问题。你即马要安怎去找一支股票赚高倍？所以讲，咱咧做股票其实是用一种诚信的。对不？你伫股票市场是一种学问嘛？咱要做的就是一种学问嘛。来，譬如讲今仔大盘，今仔落四十二点，啊，足侪人讲啊，即摆好消息出来，结果才在落。啊，台积电讲什么好消息啊？讲美国总统也要来参加、啊，结果才在落。为什么？其实就像我甲我的助理讲。你答所有的会员讲，股票市场永远就是安尼啦。好业人的想的，甲咱想的完全无同。
当全市场的那个散户哦，大家在惊，唔敢买的时啊，我都叫我的 VIP 啊，我嘛叫我的助理讲，你爱打再会员讲，你一定爱落去买，因为大家拢唔敢买，你就是爱买。即卖年底啊，啊过去的咱就卖阁讲啊，因为过去讲遐济嘛无效啊，过来年底差不多就剩四礼拜，啊耶诞节嘛要到啊。啊，你若无赚到钱的人，你也想到一个问题，要安怎解决啊？所以我昨暗才讲来快打部队。我陈军，你如果愿意，如果愿意嘛，因为我这一年来吼，对我的 VIP 讲的话，从一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底，讲的拢同款。我讲你今仔日若唔敢买，至少你袂使剁掉。因为很简单的，你现在都听有啊，因为这支股票那营收创历史新高，他也照落啊，为什么会落？因为大家都怕啊，大家都要砍啊，大家都要拿现金啊，那现金剩下多少不管啊，反正现在不卖的话它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所以说很多老师就叫你把它砍了啦，叫你把它换了，叫你赶快把它换股啦，叫你来回操作啊，结果你的钱就是说不一亿变成剩一千万，现在你现在要找一个老师说、哦、我有一千万，我要再赚高千万，我要找一支股票赚高波的，不可能。就是阿德想要跟各位说的、啊、既然有发生这种事情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我们再来说、啊、你现在要做的是 要怎么做。所以说你加入阿德的快打部队，就像阿德现阶段在录那个网路，可能也破纪录了，一天超过一万的人加入嘛，对不对？一天啊，超过一万人加入嘛，好、哦，啊，你买使去网络上参观看嘛，看阿德在咧讲产业，看对你有帮助无？哦，我无咧报股票，我只是在咧讲产业。哦，啊，重点就是讲，今天如果为了未来，请你珍惜这一段时间，比如说你跟阿德讲的，阿德跟你讲说你珍惜这一段时间，比如说现在存四礼拜，是不是还有方法让你再赚钱啊？如果有，那我们就尽量发挥尽量赚，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来谈回来，因为今天星期五你可以想看看阿德的股票，这叫做阿德的股票叫雷虎，有人说雷虎现在在休息了，它不会再涨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一185%，这是什么代志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这个盘，看到一支股票，这支股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事后证明它很强的，像雷虎这样市场最强的185%，高多月的时间它起185%，你如果有一亿的人也可以赚1亿8500万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好，重点敢伫遮，唔是。重点我等下要放 VCR 予你看的时阵，重点是讲，因为伊去185%，唔是。我刚才同你讲一个观念的，就算它是全台湾最强，就算它是全世界、全宇宙最厉害的股票，叫做雷虎，一只好，会弹雷也好，就算它是全世界最强的股票。就算阿德送给你，你也要买啊，你无买，就是讲像我阿德会知影，甲我所有 VIP 讲的同款啊。今年为一月一直到十一月，我过甲所有的好朋友讲，你今仔日股票袂使赌，因为不管偌好的股票，只要大盘在咧卖，逐支股票拢在落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阵。你唔敢买无要紧，你唔能赌。等下就讲，今仔日就算雷虎啦好啦，安尼来讲啦，它是宇宙最强的，好不好？你嘛爱买啊？你无买，等于都没有。你今仔无买，啥物拢免讲。你今仔拢无买，你过年的时阵，你厝的人讲要食大餐，拢无。所以说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说，就算像雷虎这种这么好的股票，这么强的股票，你也要买，阿德给你，你也要买，
那你买得到吗？导播，你写。你若讲军工股，你也注意看，我送你的股票是毋是继续咧起？有无有继续咧起无啦？啊，伊讲啊，老师，这个顶礼拜你送的星期四的电喷小王子对唔对？来，咱来回顾一下，是毋是？对吧？就算他是最强的，好你嘛是买的对，你嘛是爱买的。你无买，我今仔在你讲雷虎，卖讲185%，今仔1850%嘛无意思啊，因为没有关系，要买就是要买。今天我就做快打部队，我是说，你今天如果要很轻松、没有压力的人，我你至少也要隔日冲嘛，先买后卖。至少你知道它是好股票，你可以先买下来嘛。等到它涨上去的时候再卖，不就这样吗？你看，宝一，它是不是超级吸票机？不是今天才讲的宝一，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好不好？真好，心非常好。啊，既然也真好。我给你的时候买到的，我不是像别人说啊，涨停板拿出来跟你验一下，不是吧？来，导播 VCR 拿到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买好一定要报，对不对？我再讲一遍，买好一定要报，对不对？我再说一次，买好一定要报，对不对？这才是超级吸票机。这唔得个雷虎赶快啊！你今麦打工，雷虎14块的时候，你奈无打工，我压身价，那个没办法讲那个。我只告诉各位，我们要的通通是要起涨的股票，超级吸票机。阿德强妈呢？有水哦。有啦吼，有啦吼，有水啦吼。龙老师又不用很强，才76%而已。这一波很多人都输了90%、70%、60%的。那碳76%你是提出来的 N30 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是啊，如果你对住地保的，哦，你住新义黄翔的，还是说你都在新北，如果那个远雄85%的，当然76%小意思，买个包就没有了啦。可是你今天如果在股票市场做投资的，你只有100万的人，76万对你来讲是最有意义的。阿德豪你是卖掉的呀？现在他分盘交易，有什么好讲？无什么好讲，76%呢，分盘交易。你说他是妖股可以，你讲伊假厉害会使。整理以后会更大起，会使，我拢相信。重点是啥？你有买无？我给你，你如果有买，那就对了；如果没有买，就跟住地堡的人一样，搞不好上个百货公司买个包包就没有了。同样是包包，差很多嘞。合成分盘一档接一档，有的朋友可以问问阿德的意见呐、啊。一档接一档嘛 ，VCR 不放了，再放没时间。所以说我来讲，为什么我要成立快打部队？因为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到明年第一季，你还没办法赚钱，我可能就这样说了啦。啊，你也不要生气啦哈，大概你在股票市场很难赚钱的，这是最近的。电喷小子是不是雷虎？185%，
宝一76%，千万大标股89%。你讲老师，这种来坑阿久的我无爱，一个月的我无爱，你也使创意啊！你讲我坑你，我坑20天赚60%，对我来讲这无我无爱，我要隔日冲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只要是任何方法，阿德都会帮你，只要你愿意。所以今天你来，新年有很多人对新年有很有期待嘛，新年赚多少钱，新年新希望，新年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新年我要发展什么，我有很多计划，每个人都这样嘛。那你要涨停板，我召集令，我召集你来，快打部队来，注意。如果我指令一下，你能快进快出的赚钱就没有压力了啦。很多人希望这样，我不反对。可是你要拿我的讯息，你要有我的讯息，你一定要有。该买就买，不要等他说大涨了啊，老师可不可以追？其实哦，每次听到这种话，有一半是悲伤啦，一半是不甘啦。股票就在这啊，我也没带你暗看嘛，股票就在这啊，我也没带你暗看嘛，股票就是在这啊。我也没带你暗看嘛，你都算有的啊，为什么你没买？所以我常常讲说，该买就买，不标的我也不会送你啊，不标的我送你干什么？阿德是来帮你的啦，四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啦，之前还有一个圣诞节，你有什么方法赚钱，我们都尽量来。你现在的股票如果放着都不会动，就算你放了10只20只有用吗？一支会飙的股票抵过10只不会涨的股票，不是吗？我要你看一下合成，我要你想一下创意，我要你想一想雷虎，我要你想一想宝一，这都是买得到的，这是要给你的。新年涨停召集令，该买我们就买，不要等大涨才问我可不可以追，因为这很难回答，这是我们当分析师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的，说老师啊，你这个股票一个会起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也不能讲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把手机拿起来 QR Code 它扫了去，新年涨停召集令等着你来。进广告，股市散户站起来，588团结专案，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，你不用单打独斗，大家团结向前行。团结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。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
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新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玩具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，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。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，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加入阿德的部队，可是我要跟各位讲说，该换大波段的就要换，对吧？你如果喜欢大波段的，那下周要等阿德的讯号，那你要快进快出的，你要没有压力的也要买啊。所以你加入他也好，其实阿德知道的，也不能随便的在电视上随便的讲，因为我有认识很多朋友，他说他们家的股票回到10000块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跟阿德一起，我们一起来拼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